心谁击穿我盾牌，这世界有黑有白，冒险游戏在主宰，你要相信正义即将到来。你以为绅士们不可能一言不合，暴力分子就必须十恶不赦，那到底什么才是剑不罪的规则？有些帅，尤其这个时代，一不小心占领这个星球。暴力分子就必须十恶不赦，那到底什么才是剑不罪的规则？有些帅，尤其这个时代，一不小心占领这个星球。回家再信谁击穿我盾牌。